巴黎通过加时赛晋级北京时间1月7日1点30分法国当地时间18点30分 19/2018 赛季法国杯1/8决赛展开角逐。8黎圣日耳曼客场迎战第三级别联赛球队维利法兰斯，双方在90分钟内互交白卷，加时赛卡瓦尼助攻德拉克斯勒首开纪录，随后姆巴佩连续助攻迪亚比和卡瓦尼破门，巴黎 3-0 淘汰对手。巴黎上周法甲1-2不敌里昂，吃到本赛季联赛第一场败仗，本场对阵维利法兰兹，姆巴佩和卡瓦尼都在替补席上待命，舒波莫廷、穆萨迪亚比和迪玛利亚组成前场三叉戟，冬季新援帕雷德斯进入首发，阿雷奥拉把守球门。维利法兰斯目前排在法丙第13位，第8分钟巴黎获得禁区前任意球，帕雷德斯操刀主罚，球绕过人墙后高出了横梁。第13分钟巴黎错过破门良机，恩昆库中线附近斜传右侧，迪亚比突仅获得单刀机会，然而他面对门将的推射竟然打偏。第16分钟迪玛利亚回传门前，舒波莫廷在脚后跟回传迪玛利亚，迪玛利亚小角度打门击中了门柱后出了底线。第29分钟维利法兰斯也得到破门良机，巴黎禁区前莫尼耶头球解围，布雷尔禁区外迎球怒射，球擦这左侧立柱出了底线。第39分钟迪亚比挑传禁区，德拉克斯勒门前近距离垫射没有打正部位，球也偏出了球门。上半时双方互交白卷，下半时双方一边再战，巴黎迟迟不能打开局面，率先做出换人，姆巴佩出场换下迪玛利亚。第70分钟德拉克斯勒禁区前尝试掉射球，稍稍高出横梁。第73分钟图赫尔由于不满判罚被罚出场。第78分钟巴黎获得禁区外右侧任意球，姆巴佩来处理，他直接打门高出了横梁，巴黎继续换人，卡瓦尼出场换下了舒波莫廷。第83分钟巴黎再次获得禁区前任意球，这次由卡瓦尼处理，他的低射被门将扑出。补时阶段巴黎用达巴换下了恩昆库，双方90分中均无建树。比赛进入加时赛，加时赛第98分钟姆巴佩连续错过机会，先是达巴直塞，姆巴佩得到单刀球机会，他小角度射门被门将挡出，巴黎在组织进攻，姆巴佩禁区内近射打偏。第100分钟巴黎开出左侧角球，卡瓦尼逾越冲顶被门将化解。第102分钟巴黎终于破门，马尔基尼奥斯挑传禁区右侧，卡瓦尼过人后下底传中德拉克斯勒门前抢点破门，巴黎1-0领先维利法兰斯。加时赛上半时结束，巴黎1-0取得领先，卡瓦尼助攻德拉克斯勒。下半时第110分钟姆巴佩前场分球，卡瓦尼突入禁区小角度射门被门将用腿挡出。第113分钟巴黎锁定胜局，卡瓦尼直塞，姆巴佩直接得到了面对门将的机会，他选择横传给后点的迪亚比，后者推射空门得手，巴黎2-0领先，姆巴佩助攻迪亚比，巴黎完成本场最后一自换人，恩索基出场换下了贝尔纳特。第119分钟巴黎再进一球，姆巴佩面对门将再次选择传球，他将球敲给右路的卡瓦尼，卡瓦尼推射破门，巴黎将比分改写为 3-0。 巴黎凭借加时赛的三个进球以 3-0 击败维利法兰斯进入八强，姆巴佩助攻卡瓦尼，巴黎胜日尔曼四年3月3日，第阿雷奥拉、三贝尔纳特、117-16、恩索基、四克雷尔、五马尔基尼奥斯、二莫尼耶、十恩昆库、91-13达巴、八帕雷德斯、六德拉克斯勒、七
穆萨迪亚比11迪玛利亚6114姆巴佩9输波莫廷7917卡瓦尼技术统计斗神。